下橄榄球大家都见过吧，但是他的江城格言你知道是什么吗？那就是推扁一切不服。那如果再给他配一个玻璃球作为保护罩，还有什么植物呢是他的对手呀？他的对手就是我，这口气我已经憋了很久了，今天就来个了断。 OK, let's go。 我去，柚子牛皮，两招就碎了玻璃罩，三招直接取降头啊，四招肯定取降头，不是吧？五招肯定能行吧？还有谁不服啊？啊！我不服，上回用爆浆草莓，很多小伙伴在弹幕上都说我手速慢，怎么可能？再把我就要用叶子炮，让你们实力打脸。据说你们长按点赞可以帮豆姐加快手速，小伙伴们能不能干掉黑机甲全看你们了。黑炮，就我这手速什么黑机甲呀，就算他是纪言做的他也不行，他也挡不住，还说我手速慢，还让我弄个连点器，还玩意儿呢这不是。哎，你看看玻璃罩碎了吧，小伙伴们有戏啊，我跟你们讲绝对有戏，我点点点点点，我打打打打打，我肯定能把你干掉，离我越来越近了，是不是在我面前了？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我手速点的这么快，怎么可能被他给我推了？接下来我要派出眼神杀手激光豆，超人同款小披风，你就是超光豆，给我打他。Nope。 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倭瓜，一个集颜值与美貌于一体的植物，看好它的老铁，请把666给我打在公屏上。什么他娘的精锐，老子打的就是精锐。跟倭瓜一样的体格，能不能跟倭瓜一样一诺千金？完了 ，BBQ 了，完了！再来一个重量级选手，冰西瓜。兄弟们，玻璃罩碎了，冰西瓜绝对有戏！啊啊啊！就这？咦！吹风夹蓝呀，你可是俺们船村的希望啊！能不能争口气，就看你这回吹的好不好了。哎呦，这吹风夹蓝的小风，堪比原始豌豆啊！小伙伴们，老子要跟他过过招！原始二字的植物那可都是不好惹的，这原始大王花更是王炸中的王炸。黑机甲，我只能跟你说自求多福吧。Oh no！以前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这个老虎草对付玻璃球宗师有多厉害，但是黑机甲他会推植物啊，一推就没，那他俩到底谁输谁赢啊？妈了吧你，咱给大嘴花一次表演的机会，也给他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，因为他的工具只有前锋一格，所以呢我给他往前种了一下，
大嘴花，我也只能帮你到这里了，剩下的就看你自己了。发起进攻！我去，这一下就咬碎了玻璃罩，这还真是量变引起质变，一百张嘴。那剩下三个应该有机会吧？咬他！机甲橄榄球套路深呀，这很多大嘴花都没咬到他就被他推走了。但是没关系，大嘴花，咱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喷！Hello, it's me. 有多少小伙伴是支持尖刺秋葵的？举个手，让我瞅瞅。Game over. 什么他娘的精锐？老子打的就是精锐。绿帽一戴，谁都不爱的红针花，能不能挑战成功？我跟你讲，不要太得意，有本事你来推我呀！支持暗影豌豆的老铁，请给豆姐刷一波666。哎，我躲！3、2、1，走！啊！我推，我再推，我继续推，什么情况呀？怎么推不掉？小伙伴们，永动机出现了，他应该在推月光花，但是有暗影豌豆在，他又推不掉，咱把月光花挖掉，实在是不忍心这么折磨他，给他一条生路吧。上一次用激光番茄，很多小伙伴都跟我说，豆姐，你要把它弄成终极形态才行啊。我也想啊，可是这种提前设置好的叠种啊，无论你种多少株，它都是小绿番茄。那我也只能现在给它补种两个啊，只有一株可以变成终极形态，那就是一个大哥带领99个小弟，看看能不能拿下黑机甲。输了，哎，黑机甲也挂了。这激光番茄是来了一个最后致命一击，电能同伴，就算是叠种也会相互强化，无论是攻速还是伤害都会提升，有没有观众老爷支持他？我去，这个攻速还真不是盖的，小伙伴们可以可以看好它，可以买它，这是传送门吗？传说中的传送门呢？哎呀，给我整的翘舌都不分了，我说的可是普通话，正经八百的普通话。这玻璃罩都碎了，还不赶紧拿下？着急呀，着急呀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看好的植物他都输了？穿透伤的茄子忍者小飞镖总可以吧？虽然火鸡投手数量多，但是玻璃球一碾压压一片呀，只要玻璃罩不碎，那黑机甲就有希望。豆腐做的火鸡赢了，那豆腐做的小绿行不行呢？这一坨小绿可不是一个啊，这可是100个。 Oh my god，这西瓜帽噼里啪啦往下掉，这能行吗？小伙伴们，有没有看着很解压？工具箱不容易啊，请各位老铁给小绿点个赞，能看到现在的也都是豆姐的真爱粉。哎呦，情况不妙啊，这玻璃球怎么都走到这儿了？小绿你行不行啊？你不会连豆腐火鸡都不如吧？我去，再往前走一点，僵尸豆荚都要被碾压掉了。然而玻璃球还没碎。哎妈，这么给面子的吗？刚说完就破了，那这下黑机甲是无处可逃了，他一下只能推一个小绿，这一出出100个，谁能顶得住啊？